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来来来 Hello， 让我看看谁是第一个。来，快快快，让我看看谁是第一个。还没吃饭呢，还没吃呢。Hello， 哈。不是很饿，准备打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做事情呢。你发棒，我记住你了。嗨，你好。嗨，看看谁是第三个。刚刚要。看看谁是第三个。我不是包子，你们才是包子，你们是包子的。我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非常好，依稀。放假了。好好好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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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好。忙完了，忙完了，忙完了。换头像了，我看见了。我早就看见了，就是说非常的不错，是吧？我的这个画技是不是还可以？还行吧。晚上好，想死你们了，想死你们了，好久没见了呢。手艺不错，就是还可以继续的深造。深造。就是说，就是为了，就是我。在上面说的什么什么宇宙超级无敌嘛，咱们就一定要做到。完了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读啊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就是也有想要跟我约的，可以跟我约。怎么读的巧克力？想象中好像真的嘛，一起开心了，看我开心了。谢谢。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有点亮了？甜，有点亮吧。谢谢健姐的花花花。嘻嘻嘻嘻哦，你也是香港来的。呼呼呼呼。我也海，我海香港人。闪耀的光芒，真的吗？今天看我看的怎么样？吃饭没吃饭？好饿啊！好饿啊！好饿呀、啊！没时间吃。谢谢爹山的两个巧克力。你的名字怎么读呀？我以后该怎么称呼你呀、啊？你叫我小。今天没有变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见吗？要不要吃不？不要，我要在你们心里保持一个不食烟火的，就是一个不吃饭只喝露水的仙女。所以说我决定不吃饭。等一下，我拿个。喝的很少，今天我也听得很少。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哈哈哈哈！明天？哎不，后天？哎不，大后天？哎不，大大大后天。就是说，只有你们想不到。就是说，撤。啊、哦，我手机要没电了。哦，都 OK， 看着吗？呵呵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哎，咱们就是说皮菜。啊，谢谢西汉姆庞克的99个应援棒。所以说，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拿个本记下来？你们今天送我的礼物，我都要给你们画头像了，是吧？到时候你能不能自己跟我说一下呢？或者我现在记一下。认识的。你要吗？你要我就给你画，你要不要你就跟我说。你教我读，听。谢谢99个大闪。我在。好吧，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不能保证每一个画的都像我是就是。还有我这个。就是不能保证每一次画的都像上次那么的，就是壮观。差点就因为最后一下好像不是对吧？我记得我的手上了。嗯，不是。羡慕羡慕什么？你在海外。嗯。头像的要求是啥呢？我记得好像是什么99个应援棒，然后一个夜蝶，一个皇冠，一个大饼，啊、嗯，就这些，就是一堆个不一样。好的。想知道是有啥不一样？那你就是敬请期待一下。有的就是。是卡文吗？哇，谢谢兔子只爱默默的小莫推的99个大闪，我记住你了，我来写了。小莫。一阵一阵的。小莫推。绝对不是我的问题，绝对是，绝对是。好。我的网是超级好的，绝对是你们自己的。画画还能整活，主要是就。假如是你的这个头像，就你的名字特别的好画，就特别的有那种， okay, okay, 我就能知道我要画什么，就很简，就是不是很简单，就是它虽然很难，但是呢，
我就知道我该画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就不用想很久。好，墨针，墨针的九十九个大傻，等一下啊，墨针墨墨。你们现在给我送的礼物，我都给你们画头像哦。终于见面了，能弹琴吗？真。可以弹琴啊，当然是可以弹琴啊。一席一席，谢谢谢谢庞克的大闪，谢谢墨真的大闪，谢谢你们大闪啊，大闪雨，谢谢贺记的权杖。今天的 MC 是吧？今天的 MC 还可以吧？因为前辈来了，就感觉就是啊，他好臭，他拉粑粑了吗？我就知道，哼，臭狗！我先收拾一下东西，我收一下老鼠的东西。收一下王秋如的东西得了呗。王秋如的爸爸。滚！滚！谢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四三的大闪。秋如，你变一下。行。王酒店。猪酒店，他到底姓王还是姓猪？啊、他到底姓王还是姓猪啊？那当然是猪啊。那姓王。猪。王。我是一。我比你大。比我大，比我大，这是什么理由？这是什么破理由？等等啊！啊，臭死我了！我不想再弹钢琴了都。是我鼻子不好使吗？哎呀，这是弹钢琴啊！嗯，我要弹个钢琴。那我换个地方吧。手机没电了，我去那边充电。真的？那你把那个架子给我留下吧。什么架子？啊，等等，我调整一下机位。调整一下机位，不然把我照得很丑，哦，是吧？我调整一下我的像。就是说，它这个地方光很不错。是吧？是不是很亮？它这边的光，就是有种我，上次拍照的那种感觉。无死角美女啊，不过还是有死角。用手保护你的腰。一个就是说，等一下，一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终于充电了，马上要关机了。要拿个东西。怎么办啊？烦死了！你是认真的吗，哥？哎呀，我的钢琴都坏了！哎呀，咋了？气死了！啊！咋了？喵喵喵！哎呀，烦死了！哎，很好，好吧？可能吧。啊！吓死我了！他的钢琴刚才调的有点问题，失聪了。对，你们啥也没听见，啥也没听见，啥也没听见。我钢琴坏了，我就会很难受。让我们欣赏一下朱女士的钢琴。以后他弹琴我唱歌，绝绝子。又卷上了，这可卷不了，这卷不了，我是真不会。
学不会，很难。要学什么五线谱？算我学过两天五线谱。我唯一能摆弄摆弄的，就只有我的那个小尤克里里了，还有。好了 ，freestyle 送给你。freestyle 送给你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瞎瞎摸的。你要卡农啊？你这太恐怖了吧！太那啥，准备药检，来吧。太亮，太亮，太亮了，显得我现在很白。那得等我一下，因为我的钢琴有点坏了。这样子好一点吧，你们看看眼睛没有那么痛，对吧？你的图案好像哪里像？我不像。你们想关着灯还是开着呢？我觉得我都可以，我都行，我都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闪现回家了，就突然一个直播，你们就看我闪现，都关了吧，没。你想干啥？睡觉得了呗。明天也回辽宁啊？是吗？那我不知道我明天我回不回去呢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难道都不好奇我刚才去干嘛了吗？放假，我们放假早，我们结束也早呀。就像我们队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回家的，但是我们队也是最早回来公演的。明天还要值班，哎呦我天，我得给他挡着这个女的。今天真的是样样都不顺，烦了。已经没有通道了，是的呀。影响到你们的心情了，哎。错，谁叫我是绝世大猛一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，哦，出去了，然后手机停机了，然后打不通电话，然后呢，要不就是说所有手机都停机了。太你是不是去跳舞了？没有，啊、没有去跳舞。我去做了一件大事儿，我刚才去了一趟医院。反正啥事儿干不了。大猛一，猛莫昂猛，跟我读莫昂猛。丢了钱？嗯。啊？对。什么钱？今天就是那个手机停机了。嗯。然后那个我本来打车嘛，嗯，知道吗？我打车，因为我以为跟不了车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他那个自动扣款，他说让司机等了，嗯、然后他扣了我几十块钱。今天跟车、嗯，你不跟我一块下去的吗？对啊，我本来雨姿在后面，你呢？你又没等我，然后本来以为坐不下了，啊、然后。我就想说要不要打车，然后结果发现就是，对，还有我的事儿呢，丢了多少？啊，核酸报告没有没有没有，核酸报告不都直接在手机上有吗？我去给那个酒店打疫苗了，他那啥，他最后一针打完他就解放了。他可乖了，求求命！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乖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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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己的疫苗，哎，我自己的，嗯，好问题，好问题啊，好问题。我准备一会儿跟你们主播，一会儿我要去吃饭，我好困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都没有怎么睡着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特别情话，这刚准备说呢，就是昨天没有怎么睡着觉，就因为就是想你们，因为我昨天没有直播嘛，就是很想你们，就是想的我就睡不着。睡不着就导致我今天一天精神都不是那么的亢奋，也没有心情吃饭，吃大米饭，都怪你们让我如此的想念。你们要是不让我这么想念的话，我就会
我就会变得更健康更快乐。是一样的话，就是不能说多，谢谢宝宝的奶茶，就是不能总说，不然就会有一天就会当真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这不刚才记人名吗？不记人名吗？不是画头像吗？我就怕我忘了，我就写了几个字，只能说一次，就别说了吗？说着很伤感情的。就谈钱伤感情，谈出坑也伤感情。我没有，你又咋了？真的很烦你。不要烦，我跟你讲是琴的事儿，它不好，它的质量不好。就是、不是，它完全就是立不起来。对，它的问题。等一下我。等咱们发达了，咱们买个大钢琴。等我发达了。对，确实他真的很生气，就你按他的声音比你弹出来的都大，对吧？对，我这个，哎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琴都比这个能稍微，质量好一点。然后我又看不了谱子，砸了吧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又得充电，又得把他手机支架支起来。钢琴能等到哪一天吗？看不起谁呢？谢谢圣光的荧光棒。分分钟重生，哎，那就是说我是被重生了吗？砸吧，这声音不能砸，咱们就是说能用一天算一天。买钢琴不如养狗便宜？不可能，还是钢琴更贵一点。买现在没有他的琴，电子琴。进循环，你们现在就给我进。可能是因为我的指甲，我有指甲，它不好。哎，我就准备回家里的，回大连的时候我就去坐公交车，然后我就放卡农，我看看我身边是什么，就是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墙上一直都有一幅画呀。他咋了？这是不是什么什么过敏反应啊？他怎么了？他宝没事吧？宝，我为什么连这个卡农我都给忘了？我都弹不了了，我烦呀！咱们来一个梦中婚礼。他不会说话，我说不定就是说能听懂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因为刚才在医院观察了15分钟才让回来的？但那15分钟还挺乖的，现在有点哼唧。咋了，宝儿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你不说话，我怎么知道你咋了呢？说话！你咋了？哈！不说实话，他会说话，因为他会说话，他绝对会说话。等我去看看他咋了啊！等我一下啊！等我一下。我的指甲真的弹不了钢琴，就咋了？你说说呗，你咋了？你是饿了还是想出来玩？饿了有办法。爹，我给你拍视频吧。你这个权杖我给你留到回家，我把指甲卸了给你拍视频吧，好不好？
我就不急了，我有大把时间可以练。我放弃了，什么叫我放弃了？可以说说话，别急。对，我今天真的很不顺，我丢了现金，我真的丢了300块现金。犯太岁吗？这就是犯太岁吗？然后我发现就是啥啥不顺，然后今天很不开心啊。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馋，谢谢 Story 的奶茶。我很冷静，只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犯太岁吧，好，就是啥啥不行。好，喂饭了，喂饭了。真的，我每天早上，我先讲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就是开始又当爹又当妈的模式了。我每天早上8点9点，我就是猪喊家睡的像一头猪的时候，然后呢，钢琴还坏了，然后我就被他的哼几声叫醒了，我就开始给他弄饭，然后换尿布。我真的觉得，就是我这方面，我觉得我真的有长大，真的有成长。我之前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责任感。就是那种管好自己就行了，但我现在就感觉，哎，这屏幕能换个色吗？我要自己静静，好，对你们发火。好，好的，不喜欢这个颜色吗？这颜色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噔噔噔，给专家对。我今天本来一开始是平刘海的，后来我发现，哎呀妈，那么丑，怎么能丑到那么丑？然后我就给它分开了。我觉得我还是适合露额头，就是显得我会长一点，要不然就很圆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做破财免灾。破财免灾，而且我手机还摔了一下，是今天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在帮你挡灾呀、啊。你说的也对。对吧？好了吗？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咱们就得好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下次能不折，也行。啊，再说，凭什么听你的？你的大兵，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是要点20首歌的那个套餐吗？我20首歌，哇塞！谢谢你的大兵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把手机倒扣。唱歌我还是能唱得好的，唱歌我还是能唱得好的。属猴，你也属猴。如果唱歌都唱不好，我属羊，我去年犯太岁，今年也不犯了。那我就打你。终于不犯了，对，我们唱好运来好不好？太能吃。那错白绒不错，我今天公演就感觉就是，哎，感觉像回家了的感觉。唱什么？旁边都是家人。嗯嗯、大宇伦怎么了？年龄不是问题，年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姐姐。就是说，要不然你们两个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。你没来，你倒挺好可怜，什么意思？嗯，佳佳和你 CP 太多了，比我都多，我都没几个。太累了，好好休息吧，好好休息。我好懂你啊，还行吧。就是现在不让补课了啊啊，补课。本来还那个呢。家人们开科科，超话建起来，超话建起来。之前好像有一个粉丝的超话很火，好像很火。唱什么歌？想听什么歌？噔噔噔，家人会成年了，成了吗？唱首我没吧，熟悉的歌，没成的吧？开嗓，你们觉得呢？对不对？这当然可以磕了，是万物皆可磕。喜欢的哇，我找首没成年，没成的，再忍一忍。谢谢。不是在。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成年了，那就唱首吧，还可以为所欲为，成了不可能。也是我本来想推荐的歌，不可能成了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成年了。你跟我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好运来，嗯，不像好运来，先开个嗓，盲猜不是粤语那。怎么能是粤语呢？我好无语啊！你们都在说什么？我爆出来的，我爆出来的，感觉他有点缺乏运动量。好歹就是说有香港来的朋友，这不得把他吓趴了？唱粤语歌。我最近好像，我最近好像鼻炎了，鼻子很疼。东阳，小心干嘛呀？雨中。
办法的，对，没有办法的。等我们晚一点吧，晚一点唱。我供养。唱得好，嗯，我好久没，我多久没给你们唱歌了？没几天了，对，他也快过生日，二月几号？2月18。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？哦，应该回来了，应该回来了。毕竟10号就有公演了。存钱的我，哎，那算了，就直接就是现身，不是，就是说直接就是把我自己的头发送给他。嗯，没有啊，就是头发嘛。你们听说过一个东西吗？就是那种一个手链，就是要把头发拿下来放在手链里。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好的，是吧？我觉得非常有仪式感，是吧？你们觉得呢？我在说什么？我在说话。有人吗？我觉得我有人吗？我觉得还是卡吗？都可以送，就是只要是就是很好的人都可以送，对吧？为什么？谢谢呆狗的99个英镑，澄清一下大家。好 ，open， 我 open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我 open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谢谢呆狗的1镑。头发都是送，是吗？是吗？免费帮他叠衣服，嗯嗯嗯嗯嗯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可以免费教他跳舞。可以给他办一张舞蹈卡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谢谢橘子巧克力。然后呢，免费运镜。我网很好啊，我网特别好。你们真的，我没多少头发，每人送一个吗？我秃了。我秃了。后台有没有加载？PLD 是什么呀？每人送一根。看看，还卡吗？我后台全清了。云在何？供起来怪吓人的，怪吓人的。好了，不卡了。哼。嗯，没有那么多粉丝啊、，sorry。就是我就是每一个粉丝一把，我都吐不了，对不对？一个粉丝我送一把头发我都没关系，对吧？咱也就是一个粉丝、两个粉丝、三个粉丝、四个粉丝，一共就四个粉丝嘛，对吧？也就四个粉丝。这次剪头发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太剪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的头发很短，我头发就这么短，这不是我自己的，就我自己的。就这么短，就这么短的头发，哦，挺长了。这是我的吗？那不是我的，哎，我的呢？哦，这是我的，在这。怎么还这么短？这么短？等我把我的短头发留一下，看一看好不好看。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当时为啥剪了又接啊？我也觉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子有点大病，我真的觉得我脑子不太灵光，就是当时就一心铁了心，我就是要剪头发，我就是要剪这么短，然后我就剪了，然后剪完了以后有点不好看。就是太成熟了，感觉我本来长得就不年轻，然后呢再变成个短头发，我就感觉我很成熟了。谢谢阿宇的大闪，来一下，我感觉不太准，就是感觉我就是一个大成熟，就是咱们本来要走就是可爱挂，对不对？就是非常可爱，清纯可爱，然后呢就是说不太适合那种大成熟。还是你秀强，我长得像你姨吗？我长得像你姨、啊。你怎么跟沈小爱一样？沈小爱说我长得像他大姨，不是沈小爱，赵天阳说我像他东北的大姨。谢谢健姐的奶茶。没有吧？我长得不像姨吧？我长得不像姨呀、啊。
心起伏沙场就叫嚣我水滴归王。我的豹纹大衣呢，在衣架上天天动它干嘛，我衣架上不宜说吧，我才十八，姐妹时刻的记住我，我才十八。把貂穿上。他怎么打喷嚏啊？随便。想看吗？不来。想孙孙了，来嘉兴路看孙孙啊！来嘉兴路看，等什么时候他正大光明了，就可以看了。咋还发哭了呢 ？MC 没有嘉兴，不好意思啊！有前辈呢，那前辈以为这个王秋如是不是犯了个病啊？真的就太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本来我这个人在前辈的印象里就是一个很正经，然后呢很努力很积极向上很元气的一个小后辈，我要是突然夹子音，他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做作然后非常不懂事的一个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为了维护我自己的这个形象，所以说我没有夹子音，对吧？两首歌正经，我很正经，我难道不正经吗？我不正经吗、谢谢我在逗你吗？我没有逗你，我真的蛮正经的。正经啊，我很正经啊，你看我长得就很正经。难道不？救命！我要给你记录，很求事儿。对，姐姐。荷包后背，哼，前辈，前辈记住我的可能只有我的那个秋了。FKK， 我叶蝶。正经起来不玄，正经起来哪是神？艾比，你有什么喜欢的颜色？没有。有什么喜欢的小图案可以发给我，我给你画 ID， 然后大概可能是二月份给你，好吗？你好，在吗？我的 FKK 果球送，你在不在啊？谢谢圣光的99个荧光棒，你想听什么？来想听什么歌？呆狗，来想听什么？山楂树之恋，我的山楂树之恋是这首歌吗？想点首再见。你是不是又送错礼物了？我记得上次你也是送错礼物了。我夜蝶是画头像，我夜蝶是画 ID， 不是唱歌啊啊啊啊！你又送多了。你又送多了，你要友情多余，爱好了，来吧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就是觉得。我就是觉得我的反应非常快，我就非常机智，非常聪明，对不对？非常聪明，就是说可以马上的衔接。什么叫没资格点？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人？我无聊吗？我不无聊吧。你陪陪我们就好了，陪陪大家。陪陪你考我了 ，MC， 我那不是为了维护就在前辈面前的那个形象吗？对吧？哦，今天别说了，我天哪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就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偶遇到了 Taco 前辈，然后就是说，我就是。非常的猥琐，不是，我就是非常的就是开心，然后挤出了一个浓浓的微笑，然后呢前辈就是看到我了以后就是说，他本来就是可能就没有什么表情，然后他看了我以后他就是对我挤出了一个浓浓的微笑，然后咱们就是说一个那个激情澎湃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就是心里就是对我有印象，对吧？就是感觉自己很开心，因为他不可能对陌生人也这么笑，对吧？肯定是认识我知道我才会对我笑，
咱们就是说，咱们就是说非常的就开心，合影没有合影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觉得合影已经就是达不到我心里那个愿望了。我现在就是说想互动，想聊天，就是说人要越来越贪婪，对，合影有啥意思？我的山楂树之恋。你才傻，我在他心里一定是一个萌萌哒的小后辈，就是如此的萌萌哒。我这么萌，我私聊他，我有微信，我有微信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微信，一些中前辈微信我都有，我都有微信。你们没有微信的人，我都有微信。主动才有故事，不行，我这个人不太主动，我这个人还是挺被动的，知道吗？尤其是对很认真的人。我想你了，我觉得他会觉得我是个傻子，他觉得这个女的有点大病。就是说如果哪一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可以尝试一下，要不然我觉得我不会这么做的。生写签名拍立得合影，我有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有微信。你有吗？你没有。你说心里的话，我认真的时候很被动，那是一个大被动。我的山楂树之恋，谁说我们 S2 傻了？我们 S2 怎么傻了？来 S 喵冲了他，他说我们 S2 傻。我们就是不认真了。我这不能这么说啊，简姐，咱们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一样，一种是。崇拜，就是那一种崇拜，崇拜。然后呢，我解释一下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就是一个呢，就是那种对前辈、对美女、对就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崇拜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一种寄托、想念、思念，还有一种就是陪伴的那种羁绊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一种是轰轰烈烈的。然后另外一种呢是那种细水长流的，我们都知道吧，细水长流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一时的那个玩火，它是长久不了的。这种感情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那种不负责任的感情，就是这种东西可以不要，但是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像我和你们这种细水长流，就是慢慢慢慢，然后越来越浓烈的这种才是一个大正经。为什么区别对待？因为你们更重要啊，你们就是你们太重要了，所以说一定要就是把你们就是封锁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左心房，我的右心室。那我你们就想看我笑话，哼，放你出去我就不，哼，这是我的左心房，这是我的右心室，这是我的肺，这是我的心，心肝肺。我选啥？友情多于暧昧。什么暧昧？暧昧未够，友情多于。我刚讲的好刚，没有吧？心肝肺。至少还有你。然后，胃。好的，特地到了就给你唱。我心肝两调不对。鼻、嘴、喉，然后这里是，有人听过这首歌吗？食道。然后下去，你的食物就过来了，然后你的食物就是进入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再进入到这里。然后再到下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吃了药，就比如说，你吃了什么什么药啊？就从这里进去以后，进去就到这边，进入你的肺，就你从左心肺到右心肺转了一圈以后，去你的肝，去你肝转了一圈，然后去你的肺转了一圈。
然后呢最后再到你的胃，然后从你的胃然后再没了。我说的对吧？左心房还是左心肺？哪有左心肺？别转移话题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转换战啥正题啊？啥正题嘛？你想听什么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渣渣辉，你也加入这个无硝烟的战争？我跟你讲，选吧。不是，这没有办法选啊！这是两个不一样的，好，重唱，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情感，对，不一样的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对，成年人我都要。成年人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就是要霸道一点，自私一点，我都要，都是我的，谁也别说，就是说，要让我做选择。明知你还热闹，我没有海王，我真的不海王了。你们说实话，我海王吗？我妈听对，我说你们所有人 ，all the people。我不海了吧？我真的没有海，我现在已经回归平淡了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真的，我现在在房间里就是自己待着。哎，你们看我豹纹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没叠被，早上走的那么早，来不及。我看看你们孙子在干什么啊，宝贝。啊，没叫你。啊，晚上好，冰冰。晚上好，大家。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。夹子大，不要。礼貌奉还我拥抱，或许以为付出只是添烦恼，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。我在他现在除了有点臭以外都挺好的，他长大了是吧？给你看，真的长大了，这么大了，他之前可没有这么大了。真的长大了，臭了多少吗？真的臭了好几个月了，哥，太臭了。大酒店，如家酒店，免费给他们做了一波推广，打钱。几岁了？没几岁，十岁了吧。原来他也听这种歌啊。啊！加入我的歌单，他是不是比我大？啊，谁比我大？你说他吗？他比我小多。下首歌没有想听什么歌吗？为什么？不过他唱了完我就唱不了，我等他唱完。神犬小七的主题曲，我当时看神犬小七这首歌，啊，不是这个，我哭了。
哇啊！今天我的 story 宝贝送给我的黄瓜，哎。俺辈分应该管殿下叫姨。为什么呢？他难道不是你们的孙子？他是我妈的孙孙。你们是我的妈。如果你们是我的妈的话，他们就是他就是你的孙孙。如果他不是你不是我的妈的话，你就不是我的孙孙。你就不是他的孙孙，不是，那就不是你的孙孙。来，不是。不是，就是你是我的妈，他就是你孙孙；你不是我的妈，他就不是你孙孙。他是你儿子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是他妈妈。那、Striker、我是你妹妹。Striker， 海呀海呀，是 Striker 喽。Striker， 那呀呀呀，但还是我的 story 好听，你不觉得吗？噔噔噔噔，这样子必须。你们想听什么歌吗？我想。Very close. And also, striker. Strike. One, two. Which one? You choose. 我想来一首，来一首什么呢？先让我登录一下我的 QQ 音乐。Right, turn, right, left, go, left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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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rn around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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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。完了，我再听。妈，差点把我 QQ 号念出来。密码。接近。好吧。踹。我能不能给你取一个名字啊？就是我自己叫你的名字，可以吗？感情不我给他们都出来了，完了，这是什么？你要笑我了。这首歌吧。踹踹，我能教你踹踹。啊，不行，这首歌吧。小鞠前辈的哪一天？踹踹，可以喊哦，我叫你踹踹，叫什么踹 ？TRY 嘛，试一试呗。那年曾说过的誓言。依旧还在播放我们的从前，以为说好就会永远，所以等待你出现的那一天，每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小鞠前辈的，小鞠前辈的，我都听出来了，邓紫棋的耳朵哪里长的？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？我刚刚没看到吧？没听到吧？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。好了，太棒了！果然跟你们聊聊天能治愈我一切不开心，我现在不烦了。好听，那你就继续听。把它唱完。又是第几次的失眠？好呀好呀，少了你的世界和谁面对面？错过时间，错过地点，而你却一直都在我心。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？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，或许命运你是所剩的结尾，但
却依然伸手把爱找回，事与愿违，我继续追随，只为我认定的谁。纯粹，Let me see you everyday。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震动，让你听见。Let me see you everyday。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？你微笑的脸很甜。你微笑的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思念 tonight， 对你的思念 tonight。谢谢健姐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，然后谢谢新来的领队的87个大闪，谢谢你的大闪，然后谢谢老爹超级帅的一条龙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然后我当时剪了个刘海。嘻嘻，好喜欢这首歌。是那种这首歌我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就是特殊公演的时候唱吧。好的，应该可以，版权毕竟是咱们自己公司的。好，接下来小慧表演。哦，这不是我的成名曲吗？没成名，没成名的曲子。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理性，为了你。对，其实大家唱歌都很好听，大家需要有一双就是发现的眼睛。就哪有，我这没是红配绿，我头发不是红色的，我头发是棕色的。至少还有你，对，至少还有你。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那咱们就是一个大大抱歉，一个大 sorry。我可能就是说看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有毛病，就是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跟微信一样，我看到了，我就准备回，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有些事耽误了，我没回，然后我就以为我回了，但是其实我没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跟回消息一样。你这个一个看算了，嗯，好的。就是我以为我回了，但是我还真没回，然后后来他就自己没了，我就以为我回了，但是其实他过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干这种傻事，这种蠢事。咽口水。哎呀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。你的饭都不想回去，好，你放一万个心。其实那天我想翻来着，但是呢，就是语音翻牌，我就是说我有点紧张。等一下，让我调整一下我的情绪。就是今天已经给翻了，不完美，我要唱完美的。嗯，没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，我可是很靠谱的人。你的发现，痕迹，过期就把它吃了。好，过期，你再给我发一个，过期了我把它吃了。不小心发了个翻牌啊！你不小心发了，我记住你了，你以后发翻牌我绝对不回你。我很靠谱，就是如果我不靠谱的话，我会承认错误，我会跟你说对不起的。就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做的不对了，我就会去道歉。谢谢河王的应援棒。会私信轰炸我，嗯，那我也会私信轰炸你。我每天叫你起床，每天5点就把你叫起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记得我听他那个在小学吧。我听的时候在幼儿园。真的，像我。
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的伴奏就没了。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叛逆。想起我轰炸你，我特别就是很喜欢轰炸人，我最近不太喜欢了，因为我怕你们就是觉得我很烦，我就没有跟你们常联系了。腻了，怕你们腻了，你怕你们新鲜感过了就不爱了。我起得比你早，虽然我起得晚，但是我睡得也晚，你肯定没有我睡得晚。可能是被人骂了，我被教育了，我被教育了，然后我就不发了。毕竟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。啊，怎么唱？时间白头，时间白头。等一下，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。年后可以出街了，不知道呀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出街。我教你，教我。嗯，哪一句？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。啊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之间白头。差不多。之间白头，永不分离。好，回来。小佳呀，小佳好，带你看我家大脸。不过呢，我跟你们说一个实话啊，我在家可能不是很常营业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在家里很不舒服，是身体的不舒服。我就是猫毛过敏，我又不能把猫送走，我就真的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我不骗你们，我发誓，我在家里真的很难受。就是我会流眼泪，然后呢打喷嚏，然后就是各种过敏的那种反应，就是导致我每天就是心情也不是那么的愉悦，然后整个人也不是那么的精神。戴口罩，但是感觉它鹿雷他令我太多了，我家全是鹿雷他令，还有各种喷的那个鼻炎的药全都是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很难受。所以说我就很少在家里直播，或者我就出去直播，去什么海边啊什么地方直播，就不在家里直播，因为真的很难受。那随便吧，我肯定播，我在外面给你们播，你们想看我在外面播吗？其实总是在家里坐着你们也看够了吧，对不对？唱的我太难了，我要喝水，我要拿瓶奶喝。你要喝奶吗？我来一个也行。我屁股板凳太硬了，心情好点了呢。好点了，刚刚太烦了，都没跟你直播棒槌捣捞海参。不是 AD 钙奶，我不喝 AD 钙奶，我也过敏。好可爱的小猫，还是别养了，真的过敏，尤其猫毛过敏，真的特别不建议养猫。就是我是因为一个猫是小的时候领养的，另外一个猫是别人送的，都不是自己买的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就是领养的地方送回去也不好，而别人送的呀也不能还给他。是车主啊？嗯，爱拼主播播直播，爱拼直播的时候好多人给他捧场，他喝羊奶。爱拼还在直播里唱过歌呢，还有人给他皇冠。我都没有，就是咱拼姐就是有牌面。让我们来聊会儿天吧，让我们来聊一会儿天吧。家人们，滑雪那次笑死。今天黑洞很好笑吗？我发现我全部扒反了。我这次回家要去一个那种像有点类似极限挑战的那种地方，就是那种蹦极啊，那种什么索道赤脚走的，不是，就是那种很细的那种地方走道的那种挑战的运动，我准备去，到时候给你们直播看好不好？我还把手机拿好了。现场的宝贝吗？有看到吗？不过我应激能力比较好，调整了，就除了到时候我们见啊，就除了那个。就是有个动作，你们想看我蹦极吗？这个动作真，我真的好想去蹦极啊！这个动作真好想蹦极，怎么样？我们那边有一个星海，对，星海就是下面是海，蹦下去直接就是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，而且特别高。谁懂？是这样子吧，秋茹？干啊？这个动作是这样子。对。
噔噔噔噔，哒哒。好点好点，比刚才好点。王老师到时候给你上私教课。我胆子很大，我口嗨，我嘴巴胆子可大了。救命，我做不来。小冉他在跳啥？黑洞啊，黑洞里面的一个东西。就是做不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跳楼机吗？别呀、黑洞。那个跳楼机是真吓人，我这辈子还没有，就是真的很吓人。然后真的很吓人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很吓人，不要去玩。哒哒哒哒，可以站起来。认得出来。别去补档了，别去补档了。哒哒。凤姐比那个吓人，凤姐是失重感，我觉得那种机械的是它有一个自己往上上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往下跳的话，没有那么快，对吧？我觉得，驯服自尊，我真的好想去玩，这是黑洞啊，黑洞。过山车才去玩，那你可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放音乐，想看那个视频。咱们就是说给健姐分享一下，我做的很对的，分享一下，就是我觉得那个视频还是左右反了，还是没有那么的丑陋的。谢谢阿 Q 的奶茶。噔噔噔噔，我现在真的想去蹦极，我觉得就可以是给自己18岁的一个礼物。想去蹦极，想去蹦极，想去蹦极，想去蹦极。啊，你说的是我们去欢乐谷，就是坐的那个大摆锤，那不是蹦极，那是大摆锤。我那个大摆锤直接给我坐懵了，我不爱蹦极。我可以给你发反图，我有崩图。孙孙孙孙，理论是王队。感觉孙孙有点不舒服呢，孙孙。跳公演的那人。啊！舒心。把怀疑去掉，不打扣挑战。这该死的肌肉记忆真的是。秋如练练啊，这个动作，你还有下次跳的机会吗？下次吗？这个手脚和这个协调能练练。懂。就这个动作能看得出我这个非常的不协调了。我们关了灯再练，为什么要关了灯啊？开着灯它不香吗？重生计划千秋乐了，唉，好难受。虽然没跳，难受的是我。但是我还真太听出来重生计划了。虽然我跳的是2.0，但是我发现1.0的歌就是很有感觉。我们走哪里难受？就是今天唱《彼岸花》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很难受。就是不唱还好，一唱就很难受。那个我也喜欢，就感觉我就是感觉昨天前天，然后呢还是跟那些前辈们一块跳，哎，然后突然就今天了，就好快，感觉日子真的过得好快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！你们真的觉得好快，时间过得真的好快，所以说我们真的要。我们要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眼前事，可能哪一天眼前人就没了，眼前事也淡了。这是迷也很好听。天哪，等我20的时候，我已经来公司6年了，我14岁，我现在已经来了4年了。幻境，什么幻境？最喜欢那首歌呀？没有问过。没有问过大家，没有在直播间问过大家。
其实我暗岁公演就是重生计划，就是、我来我们对的也是重生计划，第一首公演，第一套公演。迷，我们会觉得迷这首歌，你们会很喜欢。结果我发现好像迷，我长得好像个仓鼠。四年才101场，我谁是天选？骂谁呢？骂谁呢？他骂我，朋友们，他骂我，他骂我。我觉得前四首也很好听啊。我们最后的力量。破碎的世界，就让我为你。我觉得这首歌的舞蹈不太好看，说实话，不能什么都是闭耳夸。我觉得这个我这首歌的舞蹈还可以再精，就是再好看一点。但是这个歌，跨年不是看棒吗？棒棒棒，这首歌也好。夸我，好，那我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那人是保险公司，是骂人的。每次心情不好，前段就比如说 MC 没有讲好啊，或者就是影响了我的心情不好的话，我就用棒来补充能量。每次跳棒就很快乐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说不上为什么，我变得很主动。若爱上一个人，什么都会值得去做。我想大声宣布，对你依依不舍。连个逼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。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，牵着你的手，一直莫名感动。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，一起看着雨落，一直到我们都睡着。哎呦，你看到我都尴尬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，没有被爱。我想带你骑单车，我想和你看棒球，想这样你但要唱这歌一直走。康复课，你看我哪里需要康复？我哪里需要康复？你看我多协调，你会吗？你不会吧？你看我多协调，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协调的人了呢。脖子，想带我看网球啊？谢谢小声的，跳得很舒服。你看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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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嘛。嗯、哦，脑子怎么了嘛？你看嘛，你跟我学，你没跟我学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样。啊，你说这样子，你的脑袋跟着他一块走。多做这个对这个东西对身体有益，也是可以让你拿个东西，我要可以让你就是更加的灵活，知道吧？就这种东西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就是专门学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手，你看。1 2 3 4 5 6，看吧，懂了，就1 2 3 4 5 6，就是自己像一个蛆一样，就是自己像一个大豆虫，就是要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被爱我，不是，你们要多跟我学习这种东西，对自己的就是生活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是好的。跟我好好学一学吧，一般人我都不教他。你讲，这是我的快乐。还有一个步伐，还有一个步伐，我也从来不教别人的。我今天教过你们吧，就是这么走路。哇，谁的吉他？广平南路出品的月饼也好好吃啊，真的吗？不是很会，就昨天刚开始学，第一次拿到吉他，抱着吉他。你什么时候搞的？孤的，菌菇的。嗯，菌菇的。想起来，我昨天发现吉他好难啊，吉他比那个钢琴难多了。翻找菌菇声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背着我搞秘密活动啊。
做一个流量歌手啊！哦不不不不，我要做一个自由的歌手。我是一匹野狼，代表自由方向。哎，你听过那首歌吗？披着羊皮的狼，就是我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让你少喝点。我真的我总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就是抱着吉他，就是还有那个朴树的歌，刀郎的歌，刀郎的歌我特别喜欢，刀郎的歌，那个播片，这首歌给你们听啊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没有播片。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这个歌。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，让我什么春天里啊？没听过。相偎相依，我确定我就是那只。我想玩一个。啊，老不让。我确定我就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。而你是我的猎物，是我嘴里的羔羊。披着人皮的狼，我才不是呢。啊，我的尤克里里坏了，我要想有点想把它弄回来。我尤克里里其实弹的还弹的好多了。我已经就是能掌握那些和弦了。是那个红色高跟鞋的调。能修吗？坏了，就是它坏了，它的弦断了，然后它就换弦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也就是断了，也不知道它怎么断，可能是时间长了，就嘣就断了。20给你。要是我把这个学会了，都可以给你们弹。就是它是那块木头裂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它，我就暂时没有管它。我也会调尤克里里。全程就53，对啊，我学的那个就是53.23。买的时候其实很便宜。要是我能学会吉他就好了。感觉挂咸鱼就20块钱。但是吉他看上去很难的样子，但的确好难。尤克里里是小吉他，就很方便。你们是怎么？然后也没有吉他那么难。尤克里里的上灰了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我就是喜欢挑战难的难。感觉吉他好像更和弦更多吧。尤克里里价格多少都有，几十几百几千都有。四弦琴比较好上手，对，很好上手。它一共就四根弦嘛，就是1、2、3、4。不记得怎么学会的了，就不像吉他那么多啊。小心啊。开展心愿，那等我学会再说吧。这把琴看着很不错。钢琴都摸不明白呢，钢琴都没有摸明白呢，还开吉他也磨在，这不是。我还得给贺弟回家了以后，等我回杭州。我这个手怎么弹？弹不了。给贺弟弹钢琴。我的和弦好像不太对，这个好像跟我。自己的那个和弦指法不一样，而且我的这个大指甲真的是完全听不了。对，我会弹吗？我会弹尤克里里，我觉得大差不差。我觉得随便按一个。自断财路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听吗？回家后拍一些照片。但是我可以这么说，好听。就是下下下上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，然后就是说指法是不会，管你。好，喜欢，我觉得钢琴和这个吉他完全就不是一个感觉。弹得很帅。人帅人帅人帅，低调谦虚。我从来也不急，有一天落心血来潮，吉他去赶集。
M F G C， 对对对对 ，A M 和弦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 ，G 是个三个手指头，反正真的可以拍点大会的照片吗？弹钢琴有唱摇滚的潜质没有？因为我就那个指法稍微的混了一点。你们别别，我姐姐这么喜欢我姐姐呀，不要再说了。弹琴弹什么琴？弹钢琴吗？我可以教你弹《荷塘月色》。哆哆嗦嗦啦啦嗦，不不，什么哆不嗦？荷塘月色，噔噔噔噔，对对对，还有什么来着？寒假，做寒假有两句话想跟你们说。王老师私教课。你们是一群猪猪，猪猪猪猪猪。谢谢，别烦了的荧光棒，荧光棒，二泉映月。我想，你们想听《荷塘月色》吗？突然很想听。不免费吗？不免费。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想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在水中央。哦不，我想唱那首歌，就是段奕璇上次唱的，妈太好听了。蔡小明上次段奕璇和那个黄安如唱那首歌好好听啊。嗯嗯，是这首歌吧？红尘客栈。哦，我看见红尘客栈了，可以啊。他们俩上次我们就是那个团建在纯 K， 然后他们俩唱的这个很好听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牵手荡悠悠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牵手荡悠悠。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牵手荡悠悠。哎宝贝，你用这种语气唱好想你。好想你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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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假的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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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咕哩咕哩好想你，是咕哩咕哩好想你，不是西北西北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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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你哦 ，Oh my God，I'm very miss you 啊。
很想你。学腾哥没有，你这是看不起尹相杰。我不唱摇滚的，我不是唱摇滚的，我是唱抒情歌的。抱歉，包袱剪一下好。好的，我想包袱剪一下。你们觉得我现在剪了一点吗？太高了。不能唱周杰伦版本的，唱这个的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要给我吹地上啊？你不爱我了？为什么要吹我吗？夹子狼没有了，没有夹，我自己本来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从隔壁溜过来，为什么要从隔壁溜过来？吓你一跳，我怎么了嘛？嘴巴长的是说话用的，我嘴巴就是用来说话的呀，我现在就是在说话，就是你不懂我，我随便讲好。他那个啥吧，什么模仿刚出道的林科瓦，那我太有发言权了。他是我看过他出道，他是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我笔记封面的林科哥。我刚出道可不一样的，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想带你去看情况里，想大声告诉你为你着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， 不，我是啥呀？我是 SHY48 的预备生王秋如。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，还有我当时还说什么，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偶像的生活里，就是紧张的有偶像的生活里，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多多鼓励我，谢谢大家。我当时就谢谢大家的时候一定要拉长音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调就是这个。当时还要脸，我脸一直都很要，我一直脸皮都很薄的。然后谁还知道了？跟我肯定没有关系，沈阳岛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喜欢沈巴的时候的我，好像是个人都喜欢沈巴时候的我吧，是个人都喜欢。但是我就是我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我。你喜欢现在的我，就是喜欢以前的我；你喜欢以前的我，就是喜欢现在的我。反正都是我，我也没有就是大变活人。反正我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信的一个女孩。经历了什么？经历了社会的毒打，也不算吧，就是经历了太多东西了。少爷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的脸上没有什么岁月留下的沧桑吧，我也没有什么黑眼圈啊。别太现实，可得了，磨平棱角，我真的是磨平棱角了。我觉得我棱角磨得可太平了，磨到现在，我觉得我都已经没棱角了，就是一个。活着，没有，就是平常喜欢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子会开心，而且感觉跟大家开开玩笑啊，总比天天一本正经的强吧，对吧？连的我。不到一本正经，我也挺一本正经的，你们都不信，你们都不信我。周董，那有另一种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先来听听。谢谢阿舅的荧光棒。我睡觉，我跟你讲，
我睡觉那一天嘛，一堆人来找我，就我醒了以后，然后被主涵也跟我说，然后主涵家也跟我说，就是他们都在跟我说，说你们跟他说要来救救我，还说当时就那个被主涵还说他的直播被冲了，什么鬼啊！我就在想，我好像也不至于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哦，就是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我咋了。你们是觉得我就是快不行了吗？怕我有什么危险，怕我睡觉把自己睡过去。怕我着凉，原来是怕我着凉。我还怕我怎么了？怕你颈椎病，嗯，我颈椎一直都有病啊，我一直颈椎都不健康，一直都有病。好听。沿路临水顶，风草落却只为你这样。狗狗在哪？做大保健，不用，不养，不行，不能总去。我会崩溃的，是台上会比我唱的好吗？想去就去医院，我也觉得，我真去过一次，去拍了片子，他说我有点突出，对，我这个人太突出了，就很突出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当时我根本就说，但是我就是整个脊椎照了一下，他说我的骨头比别人多一块，就是正常人的这个什么腰椎啊是五块，我是六块，就是比别人多一块骨头，所以说压力会更大，所以说就容易腰疼。转了，我也就是很神奇，没关系。然后他说我的脖子很直，待到找不回的地方，就很直，就是很容易，就是有压力。那我还得去跳个舞，唱个歌。辛苦我了，不辛苦啊。妹妹，你坐准。唱歌很快乐的。我直。我想会唱歌，我难道不直吗？不好听吗？我今天没有刀，不好听。我这个人看起来就很不好听，就是啊，不好听吗？我挺得很直，脖子上不好听吗 ？Superstar， 什么什么什么弯曲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风太大了？ Superstar， 这里风好大呀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好像听不懂的样子。好吧，喊我夸我 ，OK 呀 ，OK，Superstar。不会要来往来往，来一首歌吗？好熟悉的歌啊。S.H.E 的歌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方向，我最爱你。You are my superstar 吗？就是这首歌。我想唱那首《兄弟抱一下》，真来啊！他点了，有人点了。那我们就放这首歌吗？皱眉头，皱心头，我没空理会我，只感受你感受。你要往哪走？把我灵魂带走。他为你着了魔，留着有什么用？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我只爱你 ，You are my superstar。用力啊，用力才能感觉到我很用心。You are my superstar。 对了，健健，你要不要点歌啊？你刚才送了我一个订阅碟来着，或者你还想要个头像？我知道你不想了，所以说你想点歌，对不对？看着我，让我有你可以走，我为你发了疯。自动都出来什么春晚？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最爱你。好，等他唱完这首歌，抒情的。你住在我崇拜，没有更好的方向。
我只爱你。健姐，你要骂骂他了，他很欠骂了啊！他居然说，居然说我们西波克拉底是演员。是天是地是神的雨，大雨吧？爱你。那是西波克拉底，嗯，那是一个。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我这，好好，我有什么资格跟你说好好读书？我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没事儿，大家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就是知识是一点点累积出来的。河马。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七把剑。医院门口都写了他的名言，对对对，他有很多名言，什么什么背不出来。你大完了吗？你大完了，我来大了。硬的大。Rapper 来给你们来一首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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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dark， 来给你们来一首那个什么什么大鱼，大鱼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就是我们不是要抒情吗？来吧。谁想听大鱼？我也想唱。哎，捂他嘴。哎呀妈，大宝贝儿，我想，哎呀，我想看一眼你们这儿发生了什么。他疯了，他喝了，他喝了两斤，反正就是说。行行行，知道了。没有发生什么吧？还，超哎，怎么这成员怎么就离开了呢？我醉奶。哎，嫌前妻。他还连吗？他不连了，我就唱了。快唱吧。我唱了。啊，可恶！拿出我的。他唱歌，我表演。他唱歌，我表演。你可以演双簧，你尬巴嘴。对，我要表演，我要表演。行行。我的表情也要跟上。手挡着，因为我怕到我看他我就笑了，我就笑场了，我就挡着他，不想看他，我不想看他，我让他在抽风，我让他放病呢。我懂 ，I know know that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。
大雨在内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雨的翅膀已经很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离我而去，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，要轮回最初的相遇。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没有刷抖音，把假发拆了。他这个情绪，我只能说实在是操你！你竟然没看我的抖音？我知道赖头疯，他疯了，他疯了。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大家就是。我回来啦！大家就是对小朋友包容一点。我觉得我是时候也要走了。刚去围观了一下，我也想看，说实话我也想去看，但是我没看，因为我怕我笑了，因为我要好好唱歌，对吧？毕竟是大家点的。看叶先生前面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他们从未离开。你连麦宝开有谁啊？ SKK 的，我求说我这首歌我唱过。哇哦！谢谢间接的夜蝶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你的夜蝶。爸爸，妈，你爸好嗨。秋如，我刚说到你，说到我啥？说，我要这个说在你面前我就会很温顺，想跟你好好说话。你暗恋我？小慧也不是暗恋你啦，就是说，就是有几个人让我跟他们一说话，我就会觉得很温顺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个秋如，一个雨姿，一个江心。那我们三个你更喜欢谁呢？更喜欢谁？你又在直播？我对我在直播啊，你不错啊，我不错啊，是啊，你啊，那我就委屈一下我自己，就是怎么用委屈呢？你不是很喜欢瑞杰吗？我老喜欢你了，明天领证。你啊，这么快？这么快就证明你有脑子有想过这件事情。你咋突然跟我连麦了？想我了？对，想你了。你哎，嘿嘿嘿，你是不是今天公演完？对，公演完了，就公演完了以后，就想到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，然后就跟你连麦了。哎呦，嘿嘿，羞涩羞涩。谁在唱歌啊？好听吗？很唱的很有特色。是那个谁吗？朱寒家是吗？对。不错，很有特色，这个小后辈不错。我们队的新歌姬，
拿新歌机啊？嗯，比我们队还过分吗？挺好的，唱歌呢就是要让人开心，不一定要好听，是吧？你哪怕你唱的对，不是不好听，就是让人开心也挺不错的，很开心啊，对吧？你俩不一起合唱合唱？我刚唱完这首歌，他在那块儿，他在那块儿伴舞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他们好有热情哦，好有活力哦。你怎么没热情没活力了？我有啊，我有啊，看到你就还不错，调动了一下下热情。会讲话，会讲话。那我好久没看着你的人了。你有好久没？确实啊，因为最近没公演呀。我们上一次见是联合吧，是那个大家一起嘛，四个队的那个，多多少少想了点。那你发现吗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好久没见，然后说约饭，然后从来都没有约上，从来没有约过，就感觉我前两天淡了。不是淡了，就是很怎么没办法。咱们你看没在一个队就很困难，有的时候时间不够。你现在来吗？我们明天那个啥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排练。我们明天最后一场，哎，所以你们已经结束了是吧？结束了。你明天就，那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吗？那是，明天就走了吗你？嗯，不，那你回家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我在家里也会想你的。联合，不错不错。你核酸做了吗？那啥，核酸今天早上做了，在剧场附近做的。那就你最近累吗？想你的时候有点累啊，不对，我有点累。等我的时候有点累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很累，但是呢想想你就没有那么累了。哦哟，还好圆回来了啊。这个人油嘴滑舌的，因为我看你们新公演就哐哐哐，感觉很辛苦。对，是挺辛苦的，尤其是你不在我身边。哇哦，果然秋如还是以前的这个风格。没有了，我已经收敛很多了。你已经收敛很多。哎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就别人比如说叫宝贝什么这种，我都是叫不出口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了。是吧？叫谁都能叫宝贝是吧？也不是都谁了，就是反正像你就可以了，或者就是身边熟一点的人。我想要一个很特殊的称号。你想要一个特殊的称号？怎么，海王？还有什么除了宝贝更特殊的？没有，你懂，我懂得，我懂的，再多就油了。不油。我去游的，我是人间洗洁精。唱这首歌了。你这不吧？你叫我 Honey，Honey 哦 ，Honey 还可以 ，Honey，Honey， 把爱装进我的心里。这个还可以，哇，我真变化好多。我以前真的叫不出口，现在还可以。那你得看你跟谁说呀？你跟我说，那不就能说出口了吗？啊，那确实啦，你啦，还有雨姿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们是这种路线的，因为你们也经常。老叫别人宝贝啊这些的。没有，我从来不叫别人宝贝啊。你不吧，你经常叫宝贝什么的， baby 宝贝什么的这种。不可能，错觉错觉错觉。但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很适合社交。他宝贝肯定多，秋如宝贝多了。你不是我的宝贝，你是我的，只是因为你不是心上人。你是我的妃子，妃子，你可拉倒！你怎么的？你还把自己当皇上了？自己当皇上了，搁这选妃呢？我就是妃子，张妃。那我是皇后，然后上位，我当皇后。张妃，可以，张妃听着还挺霸气的，很不好惹的样子。那是他那个大锤子呢，锤子人。笑死了。很搞笑。你开了多久了？一个多小时了吧。哦，好吧。你不是做之前打鱼吗？你最近状态挺好啊。嗯，想你的时候就好一点，就是你不在就没有那么好了。老在那儿说想，真想假想。想啊。不是你吗？真的想。那我跟雨姿，你肯定更想更喜欢雨姿一点吧。
哭我，不是的，不是，就是不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他是，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然后旁边吼一声就能听见，然后你是那一种就是很难得到的女人，得见，对，所以我们距离产生美哈，对，所以说我在你的眼里很美，你也是在我眼里很美。迷途，你手背上画的啥？手背上画着你的名字啊。我，你可拉倒吧！就是、一定要这么交流。手上是什么？五子棋吗？啊、是五子棋吗？你刚刚谁在那画五子棋啊？这是你的名字，你看张瑞杰，在我心里，你看吗？可以啊，就点一首想念你，可以啊。还好我散光。变了你的鬼话。这都可以，赶紧王老师开课了，王老师开课了，就是脱单小技巧，快点学起来，快点。也就是我这个傻白甜，悟了吧悟了吧，赶紧学起来啊！就是说有点良心的就给我一个应援棒，就是当学费了。雨子在直播吗？在吧，在直播。哦，好吧，那可以看看他。你看我今天带了个小兔兔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是我的项链，只是我把它挂在了耳链，为了看起来帅气一点。我准备当一个帅哥了。你要当瓜呀？也不算是瓜吧，甜瓜那种。也不是啦，就是想当一个酷狗。是为了我当瓜呀？为爱作揖。你比我高吧？有点困难。这个我感觉没有关系啊。不好啊，这个我虽然也觉得还行，但这大众不一定能接受得了。你问问就是弹幕上的各位能不能接受得了？什么？我瓜吗？你花？我花，姐姐。呀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不，确实你竟然比我小，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大来着。我可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。你还没有你成年了呀？你没成年吗？你猜我成不成？我上次不是才给你过了生日来着，但是我忘记是十几了，是十八吧？我38了。天哪，秋如姐年纪好小哦。没有，没用，有啥用吗？没用。应该是那个。有用，就感觉时间还很多，感觉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彼此当时是推荐给我，没关系，我们长得都很显小。那是我长得像那个三岁半。三岁半。爸爸爸爸爸，乍一看我们还蛮像，只是这个发色，我们俩长得真的有点像丁神小妹儿。你这是红色吗？叶总没有说你的头发吗？你能不能别给我转移话题？你这种就是重点对象，我跟你说，重点这个考察对象。你那头发不比我颜色鲜艳多了？你这个大黄毛。但是叶总又不太来我们嗯对这个吧，应该对你们比较上心吧。那也是我们队的一些前辈上心吧，像我这种小后辈就完全不 care 我的呢。哦哟，这样子吗？因为你太美丽了，所以就是比较显眼。我也在这瞎说，瞎说的。好，懂了。你觉得我没有的 ？No 的 ，No， 懂，懂了都懂。哎，新的一年，希望你开心。我也希望你开心。别说了，我们俩见面吧。啊，现在就见，不好见吧？我再不一会儿要去排练了，我又可以去找你一会儿，看看你。你可以再播会儿啊，你不还要再播会儿？我还要再播会儿，那等你闲了，你发个微信行不行？那么难吗？谁没发微信了？上次才发了。你主动一点嘛。我还不主动，好吧，我再主动。那为什么不能你主动呢？一定要让我主动？因为你是瓜呀。好，以后我就做那个主动的女人。我已经说了，我说我过年我要好好的，就是休息休息，找回初心。行，找回我的热情。我就是你的热情。热情似火，妈呀，秋如可真的是太主动了，好家伙，我主动吗？我好被动，不是，就是
就是你这个很会撩，很会说，会撩，对，张口就来啊。心动了吗？少了那么一点点真诚吧，这种张口就来的东西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什么，少了一点点真诚。那我再去练练。片片小女孩还是可以，像我这种还需要一点点功力。我再练练，回去再练练啊。再练练。嗯，那我挂了。拜拜拜。波波波波。哈哈，你想吃东西不？我眼睛好大啊，你们看，跳不来，我眼睛好大、啊、我每天想你念你等你不会忘记，我不喊，我刚才就是在聊天，歌不停，好大啊，我的眼睛，收到我的消息，证明我在想你，所有的所有只因为重复违反，开玩笑呢，我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，懂的，咱们就是说，就是社交一下，口嗨一下。我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，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。万一有谁喜欢我了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跟他玩了，懂吗？我不是海王，我是认真的。他就是不喜欢我的人，我就可以跟他就是好朋友嘛，朋友之间嘛，就是玩嘛，就是懂吧，暂时还没有人喜欢我。谢天天，我再看看啊。我有点想连那个美女，就是那个 Gen Z 的那个美女，你说我要不要连？你们卡吗？我有点想连她，对，张润，我想看，我好喜欢她，我觉得她好漂亮。我有点，但是我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。我连了，她把我拒绝了，怎么办？我连了，我有点紧张，哦，就这样，我要收拾。好了，要你，有点紧张啊。太难听了，哈，我自己都听不下去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好紧张。嗨嗨嗨！哦，好小声啊！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就是说，我可能没有跟你说过话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我在心里跟你说过话。但是我觉得你很好看，就是咱们就说，哈哈，我看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认识你。嗨，哎呦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嗨。真的很好看，你应该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吧？啊，那还是有印象，很有印象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是说一个大满足，一个大开心了。你在干什么了？是他们叫你连我的。不是，不是他们叫我连你的，是我自己要连的。就他们完全掌控不了我，就是我只能我自己掌控。真的，那你是？那你不害怕尴尬？我觉得吧，就是说以我的功力，一般不会。好吧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直播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想你。可是我们都还不认识，你就在想我。我不想你，我为什么要连你？就是我们不认识，所以说就是因为我想连你，所以说我连你。张润，你认识啊？我喜欢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有关注你微博，那个呼，我叫韩家呼，我待会儿要连你，小呼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那个，我是小慧，慧哥，毛线求你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的队友，就是那个卢的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你，我
我们都是卢心怡的队友。卢心怡比我们就是强在哪里呢？我说他是他的同期，是不是？你说啥？我说是不是他是那个卢心怡的同期？对，同。同期是什么？你小点声。对，同期生啊，是我们 S F 姐什么十六七生啊，就是同期的。就是说一个大巧多巧，对吧？多巧多好多好。不好意思，无语了，哎，说错话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一点知道你。对，我们都正经人，正经人。吃了吗？吃了什么呀？我吃了什么？我没吃啥。你是不是年龄很小呀？你也不大吧？还是挺大的。不可能。真的，你猜我多少岁？零零。我零一。你零一啊？那没差多少呀，同龄人啊。我零三。零五年能长我这样，那他也太早衰了吧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没事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说认识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是哪个队？N岁。你都不知道我是哪个队。我不知道。我关注的是你这个人，对吧？就是。那你跟大乔一个队还是小乔一个队？我都知道你是哪个队，你是 S 队，对不对？对 S 队，没错。看还没有我关注你多呢，而且你还去过韩国培训，对不对？张润前辈是我小去了一下，第一个前辈，溜达了一下。你跟大乔是一个队的吗？不，大乔是这，哎，小乔这。我喜欢，我觉得他很好看。啊，那我们俩就没有共同好友了。有，你是 N 对吧？ N 刘倩倩。哎，咋了？没有，我是不是声音很小？没事，我都能听见。哇，真的好，不能夸人，我觉得夸人是尴尬的第一步，不能乱夸人。共同啊，好吧。真的是你自己想连我的吗？我骗你是小狗，真的是我自己想连你的。就是我 B 五零的时候见了你一次，然后觉得哇了个赛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什么不关啊？我来，哎，我关吧，我关。你来。救命了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说我最起码我有80%-90%的功力，就是说没有发挥出来。是你，我已经憋得不行了，我有很多想说的话我都没有说。好吓人，真的很吓人，吓死我了。谢谢白仙王留言棒。不是很尬，真不尬吗？我觉得很尬。下一个是什么？我来。好，我先点。又来了一个。秋如。嗯，老师。现在去丑，因为我没有刘海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现在丢人。你好看的，不好看，咋了呀？没事，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。张口就来。这怎么没了？突然。想没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给你看我家狗狗。什么狗？大狗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亲一口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发魔烟。
过来看看，能过来让姐姐看看，你老是不想不让镜头，这样子是不乖的狗狗哦。跟你说，你快来，你又开始了，真的好无语，给你看一下。宝贝，你姐姐看一眼嘛，快点。微博小号就是我还没有用关。哎，不是我的腿，就是姐姐看一眼，快。哇，好棒啊！你家里都可以养大狗。嗯，家里可以养，宿舍肯定不可以养。那你就经常回家呀，在上海多好啊！我要在上海，我天天回家。完了，上不上沈小爱？你把头发戴上。你给姐姐看看，我们家还有只猫猫，真不错，动物园啊！你给姐姐看一下嘛，你个坏狗，你猜它叫什么名？它叫思思。啊？对，它叫思思。这每一句发言都挺危险的。怎么办？啊？为什么？它真的是叫思思？是丝瓜的丝。啊，丝带的丝。对。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之前，就是我当时就说能不能，他叫丝瓜，丝瓜的丝，在我认识啊，你是不是想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？他可能是吧。进来之后喜欢吗？秋如，对，我穿的是 baby doll。 喜欢，喜欢，来我家 logo。 可以啊，地址发一个。你也是龙娘吗？可以，我等会儿就给你地址。行，我马上就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是随时切换。好想你，我今天都不在这。今天刚见，刚见完。就是走了之后很想念。拜拜。谁在跟朱安家连麦呀？好好奇。给我们小慧。周润吧。张润了 啊， 啊，张润前辈可爱，喜欢。太开心了哦，就大面，因为我觉得亲一口，给姐姐亲一口，给姐姐亲一口，快亲一下嘛，不给亲，好吧。长得那么好看，长得很像一个人，芭比娃娃，就是对，长得很像一个人，芭比娃娃，你不废话吧？嗯。还是贝老师，贝老师啊，哎，贝老师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叫你贝老师？因为今天 MC 的时候，我们的 MC 话题是前后辈互换。哦，前辈，你好。那我们俩也互换一下吧。这个小后辈，请你说一下你的 catchphrase。要用夹字音哦，然后要可爱元气。要有气势，要有气势。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，想带不要这样说。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，想什么为你着迷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王秋如。刚演完，我今天是五场。再来一遍。想带你去不要大声，啷啷。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，要假一点。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27声王秋如。你好呀，小后辈。你好，前辈。前辈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我也不错，真不错，很有眼光。我觉得你蛮不错的，你很有前途。笑死！我想看你的脸，前辈。挺好的。我的脸不好看，我今天可丑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好看，赶紧给我看，前辈。不好看，丑的要死。没有刘海的我已经是不值一提了。到最后吧，前辈。嗯。少吃点辣的。爆痘了。嗯。前辈，他不是吃辣的爆痘了，他是突然性长痘。想我了，哎，想你，我要下播了，秋如。为什么？太丑了，不想给大家看这么丑。丑吗？丑。
行吧，那再见了，前辈。肯定舞台吧，肯定要准备舞台。我输了，对不起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前辈，你挂我吧。被拆解啊！不太好意思，我没有刘海，很丑。现在，救命！那我挂了，再见。拆解啊！依依是谁？那个啊什么？依依是谁？身上都有口袋了。他们好像我刚看到有一个叫林莹的，就是小后辈是吧？他好浪啊！谁出道了？谁有口袋了？他第一个知道。就是我看到他在那个直播了，已经。我完全都不 care 了，可能这也是我缺少了很多激情的原因。张晨，哎呀，这浪的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，拜拜。我先去看看那个我最喜欢的姐姐在哪，她有没有在。嗯，哇，这个名字王若诗兰。嗯，呀，还有我有个，我去了，我看看，好漂亮啊，是谁呀、啊，美女？嗯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怎么你也找连麦？三贝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啊？喜欢我好久了？我最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前辈，那个人脑子有点问题，不要理他。你给我正常一点，给我正常一点。前辈，平时可不叫前辈，平时就是李慧，李慧前辈，贝贝侠。我喜欢你好久了，我发现了，因为你总是说。啊，无论我化不化妆，你都喜欢我。你化不化妆真没啥区别。是的，你看他证实了我化不化妆没有区别。侄女的把戏，确实，但是他确实一看起来就是很，就是，比如说我喜欢你，他就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。我知道你想说看起来我很直是吧？你就直接说嘛，难道不是吗？有问题吗？定为实，看起来就很直。把戏，这是你的把戏，把戏，老把戏了。我还会钻火圈，我还会，我啥都会，一物降一物。宝贝，我能给你提一个过分的要求吗？不是两个字，有什么要求？别提了。既然他过分，那还是不提了。没有，你说。我想让你，给我就是，给我比个心，然后给我飞个吻。你咋这么要样啊？你求求我，我求求你，你好好求你，我要看你有没有诚意。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。要是什么想你说你开始不日子怎么说？想带你啊，想让你为我。想大声告诉你，我为你着迷，慧慧。好的，那还不如飞了，我收回你的请求。快，谁懂？快，好，快点。我飞不出来，看你的样子。我长得很不下饭吗？要高冷一点，你这样太那个了。行，我给你配个 BGM。给你配 BGM。嗯。嗯，来了。嗯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群人在社会前。每当语言之夜，他们都会举行。好可怕呀！行吧，你关了吧，我给你飞吻。来吧，前辈。瞬间我们这个直播气息就不同了，显得我们俩像精神小妹。啊，笑死了。
好了，我给你飞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你说比个心吧，先。比心，哦，我们可以一起比心。对，来呀，手。我不画。我是这边。我这边。你在这，你反过来吗？我这样吗？我们是分开的。对对对，对，你往外一点。对对对，哎，截图。但是我这里是分开的。请把你的嘴接过来，谢谢。好，快点！想给你两拳。真的是反着的。啥？我说我这里看的是反着的，你为什么是正着的？吗？反正不管正的反的，你都在我心里。他们说再正一次，他没有截到，我的粉丝们没有看到。要这边，另外一只手。可以。可以了，满足你了。我谢谢你，你人真好，前辈。丢背儿，我去。哎呀，好社会呀你！哪有，人家是小甜甜。无法想象，今天下午还在看动画片，今天晚上就这么社会。我看的那是大人的大人动画片。笑死了！哎，我跟你讲，特别难以想象我入团的时间。就是大概5年前，王秋如才13岁，好难过呀！我入团的时候才14岁呀、啊。是的，他好小啊。反正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深深的迷住了，也就惊为天人，让我深深刻在我的心里。真的，骗你是狗。棒。没了。好的，那就勉为其难相信一下吧。挺好的，宝贝，么么哒，拜拜，么么哒呀，还要么么哒，打死你！来，我先飞吻，那你给我先飞吻一个。好油啊，你真的是人间尤物，我要被笑死。让我正经一点。今天我还没有么么哒呢。喂。嗯，今天我还没有么么哒呢。嗯，一会儿去。好的，那我也游一游你，看着我啊。嗯。游吗？因为我不是黑洞游。圈游死谁了？游死我了。行了，再见。我要下播了，拜拜，王秋。拜拜。放假回来见，拜拜，记得想我哟。那必须的，再见。你脸好大，离远点儿，离远点儿。李慧，哎呦，感觉你都要冲出屏幕了，吓人！你等着，拜拜，再见。我最讨厌的前辈就是李慧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我觉得他是我见过最不好的前辈，他最恶劣，最不行，就最差劲的。说没有事。他太差劲了，我不喜欢他。告状去吧，我不怕他，他就比我大1期，啊2期，他就比我早来了1年嘛，对吧？没关系。那也是我前辈，我不，他是我的小迷妹。我能打过他们，那必须的，我觉得我可以。豆瓣青龙。那我如果要是现在下播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想我？吃饭去了。哦，好的，去吃吧。啊，你变了，姐姐，你变了，你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都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们都变了。你们之前都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们之前都说啊，再播一会儿嘛，哎呀，想你，现在都不想了，你们变了。
没有，就是说，这个就叫做心情变好的一种方式，就是让自己就是心情变好的一个小方式啊。我就看动画片了，我现在不想看，我就早上吃饭的时候才看，好吧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还是一个非常分寸的人呢。毕竟我是天秤座，天秤座就是非常的专一，天秤很专一。打人让人心情变好，打你啊！嗯，我也想你，想死了。那我就是明天我要回家，明天应该不能直播了，明天见不到了。后天再说。你们要是不想看我，就是跟大家玩的话，我就不跟他们玩了，我就不游了，我就不海了，我就想跟他们玩。你们要是不想看我跟他们玩，那我就不跟他们玩了。我不是海王，我就是想跟他们玩。谢谢莫城的巧克力。我就想跟他们玩，就是友好的玩，反正他们也不喜欢我，对吧？谢谢 SHR 的玫瑰花。他们好玩吗？挺好玩的呀。但是我喜欢啥？你喜欢海王，喜欢游的，好吗？波波波波波波波。友情，对，就友情，友情的提升，友情的升华，友情的绽放，我们就在友情的绽放而已啊，就绽放更多的友情，懂吗？绽放友情，我就是在绽放友情，对，友情，对，你知道吧，在这个团里面一定要交很多朋友才会就是快乐。谢谢 SHI 六个元宝。交朋友怎么办呢？有一些女孩子她就会很内向，她就会很社恐，我就是需要打破这个社恐的这个氛围吧，所以说我就要先去主动一点，对吧？然后最后呢，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如果后来他对我表现得很友好，我就不喜欢他，我就喜欢那种对我越来越就是很高冷的那一种。哦，对了，我再给你们说事儿。谢谢风味的姐姐。我跟你们说事儿，就是刚才我一边直播的时候，我的微信一直在响，因为我的微信不是有那个窗能看到他在说什么吗？然后我就看到了之前跟我一起跳舞的一个小女孩，我也射手，我月亮是射手，月亮射手。然后我就跟我一块跳舞的那个小女孩，她给我发了好多微信，然后呢跟我说，我从来没有找过她聊天啊，我她就是我那个微信里面的一个人，然后呢。他在上面说，他说有一个他的朋友很喜欢我，然后就是我的粉丝，我就是想知道你在不在我的这个直播间，我就是说很吓人。我对你好点睛，我暗恋者了，就是不是暗恋的，他是我的粉丝，应该是个女孩子，想要特殊对应，就是我很吸女孩子喜欢，我也知道，就是毕竟我的就是过来给我揍一顿吧，好吧，就是很女孩子会很喜欢我吗？别认识我，我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就是说就是我有点害怕。我扎牛不扎。干什么？直女男神。我真的我觉得我很吸女孩子喜欢。很多女孩子都觉得我长得很像姐姐，对吧？很姐姐。很颤抖。哦。行了，我再想想我要怎么回他了。小心诈骗。他喜欢我，那是我骗他，不是他骗我。直播间多少女粉？不少吧。直播间女粉，女孩子一定比男的多，相信我。我对自己非常了解。好，这首我好像知道。哎呀，你这当场转机。射会。我很自信，那必须的。主要是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些
很像男粉的，后来跟我说他们是女粉，然后我就更加坚信了，女孩子更喜欢。因为有人翻牌跟我说为什么没有直接、啊、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非常的就是一吗、嗯、我很帅吗？难道我难道很有就是你们想被我保护的那种欲望吗？大萌我不是，我很一，他你觉得他值多少钱？你觉得他值多少钱？我不是零点六百，这么贵啊？那我想下播了。如果他值六百的话，那我赚了。不，我十一点下播，我再播七分钟，我还想再给你们来一首歌呢。我果然，我还是左脸比右脸好看，你看，还是左脸好。什么时候回家？你猜？六十，的确六十可以买，可以买的。哎呦我去！正经的哈，正经。200多。完了，他不能有原唱，我不会唱，我要找一个原唱。从前慢。为什么华晨宇他没有原版？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，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麻木着热气，从前的色变得慢，车马有情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唱这种你还行吧，就是感觉嗓子有点唱有点哑了。谢谢健姐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没事宝贝，我唱这就下播了。谢谢三个花、哦、四个花。哦，我知道三个花。哎，五个花。表情包盖，我给你们唱完这首歌我就走了哦。我要也会用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从前的锁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记得
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。好了，这个当晚安曲送给你们了。嗨，晚安曲了，晚安曲了。跟你讲，有人讲拜拜了，阿德非这首歌那么长，拜拜够了，拜拜，我走了。我还想到悠悠，想我想你，那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拜拜，我去回翻牌了，我回翻牌了，回翻牌了。没，怎么点不上？